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拔华中学2021年的高三毕业生。我是文森凯。我是赖杰宏。我是沈怡君。我是李善玉。我是李善言。我是杨以信。非常荣幸能够透过视频向母校致上最衷心的这个祝福。回首往事，我在这里度过的时光不仅塑造了我这个模型，更让我了解到教育的珍贵还有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在母校拔华中学任教。我们目前都是在西马就读大学的学生。母校培养经营的这个精神一直都是在我生活上工作上的一种动力的泉源。在这里祝福拔华中学繁荣昌盛，祝拔华中学的老师们和学弟学妹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愿母校创校60周年庆典圆满成功。祝拔华中学60周年生日快乐。祝愿母校创校60周年纪念生日快乐。